某电视台在新闻九点当中播出了演员曹在显涉嫌性骚扰的更多细节。节目中公开了庆兴大学出身的 A 某的采访。 A 某表示自己在2011年通过社交网站和学校前辈曹在显有了联系，曹在显直接就打电话要求见面，并带自己去酒店尝试要发生性关系。 A 某透露，他一下子就坐在我旁边开始吻我，我一时就被吓到了，然后他又突然开始脱我衣服了。 A 某透露，当自己表示拒绝时，曹在显还提出釜山那里有个拍电影的机会，到时候我想让你来演女主角，我会推荐你的，我希望你和我能一直保持这种关系。另一位 B 某也表示，自己在2016年向曹在显咨询工作方向时被性骚扰，四个月后曹在显表示道歉，将自己交了过去，没想到又再次试图发生性关系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